大家好，我是彭于晏，今天来到这里呢，是因为拍摄 Men's Uno 五月份的 cover。今天我穿的衣服很多套，然后都是春夏的主要的主打的一些颜色跟造型。那今天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格子的，然后有红色跟蓝色的这个格纹的衣服，它是整套的，像套装一样。然后还有一个很像一个很大的围巾，像是一个披肩的一个围巾这样。那其实我很少看到男生有这样的颜色搭配，然后还有像整套衣服的套装。那后来了解以后发现，其实它是一个以旅游为主的。这个颜色的这个图腾呢，是来自非洲马赛部落的图腾，所以它结合这个时尚的品牌跟旅游一起，就会有一个全新的春夏的这个感觉。所以这次拍摄还蛮特别的，因为平常拍摄可能都是穿比较时尚、比较 fashion， 那这一次有一个不同的这个元素，就是旅游、旅行。然后还有一个很酷的是一个包包，它是可以放一个望远镜在里面，那里面没有望远镜啊，就是它也是 suppose 可以放一个望远镜，所以就是搭配了这个旅游的这个元素在里面。这是主要是今天拍摄的这个主题。我试一下，很喜欢穿比较休闲的了，像我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就是春夏，就是比较轻便一点，然后开久一点，然后自己很喜欢旅行，所以这一次主题我个人觉得跟我的个性还蛮像，就轻松的。早上我有穿一双凉鞋，然后它搭配起来就是有很道地浓厚的欧洲的味道。今天拍摄非常的迅速，非常快，整个 team 非常专业，每次拍照都很开心。然后非常谢谢 Men's Uno 这次让我们可以拍摄封面，很开心。有不同的体验。我最近的近况就是，当然主要是以拍戏、演戏为主，各式各样的电影、电视剧都在谈当中，所以今年还是以拍戏为主，然后也会有不同的，应该不同的一些工作吧。可能比如在想说，会不会有时间的话，还可以出个单曲，都在积极的规划当中。更多精彩内容，请阅读5月号 Men's Uno 来认识。